由鹿晗、杨幂等主演的青春悬疑电影《我是证人》即将于10月30号上映。10月21号，影片主演鹿晗与朱亚文一同现身长沙，为电影《我是证人》造势宣传。大家好，我是鹿晗。闻讯赶来的粉丝也是提前占据会场有利地形，力求更近距离的目睹鹿晗的高颜值。当天鹿晗一袭休闲装亮相，穿着蓝色上衣搭配黑色休闲裤，帅气十足。此次在片中，鹿晗不仅与杨幂有无数欢乐的瞬间，这对迷路姐弟亲手学滑轮的温情戏份更是令无数粉丝印象深刻。回想起滑轮戏的拍摄，鹿晗还不忘自曝幼年趣事。我小学其实肉是轮滑棍的，对，然后后来有几年没有碰过轮滑，那这次因为听导演说要滑轮滑，所以我就在开拍电影之前我就去学了，有就恶补了3-4次吧。我还学了一些动作。在《我是证人》中，鹿晗与杨幂这对冤家姐弟从水火不容到互相帮助，最终产生了像亲姐弟一样的感情。在一同发布的情感版海报中，鹿晗伸出胳膊保护杨幂，两人并肩携手试图侦破神秘人的黑手，姐弟情深可见一斑。而谈及此次在《我是证人》中与杨幂的合作，鹿晗也毫不吝啬地给出了好评。特别好，幂姐就是也是会教我很多，就是演戏方面经验，比如说还有好多就是拍戏方面的一些专业词。因为我拍这部戏之前，因为我还算新人嘛，我好多词都不懂，比如说起伏落魄都不懂。对，杨幂姐有教过我。芒果拉新闻，鹿晗不仅颜值高，为人还如此谦逊，小编必须手动点赞报道。